好，下一式左右野马分鬃，我先把这个动作做一下示范。我们从上一式结束开始，左右野马分鬃，左野马分鬃，右野马分鬃，下面看一下这个动作的一个完整的讲解。我们从上一式开始，上一式结束开始，接左野马分鬃。第一动，根部抱球，根部的时候两手分别向外画圆，同时呢把左脚跟上半步，跟在右脚的后方，两手上下相对，好像呢是在抱一个球一样。好，这是第一动，根部抱球。第二动，松沉上步。好，我们向下松沉，沉于右腿，然后左脚向左前方45度上步，以脚跟着地，脚尖微上翘。第三动，弓腿分手，左手向左上方捧起，右手是按掌，眼看左手前方。好，这个呢是左野马分鬃。好，我们再接右野马分鬃，它的过渡动作微左转，微左转，翻掌，左手翻转，手心向下，然后根部抱球，右脚跟半步，两手上下相对，像抱球一样。下一动，松沉上步，身体向下松沉，右脚向右前方45度上步，以脚跟着地，脚尖上翘。第六动，弓腿分手，弓腿分手，然后下一个根部抱球，微右转，右手手心翻转向下，根部左脚跟在右脚后方，以脚尖点地，两手如抱球状，两手手心上下相对。好，这是左右。